另外，同款是伫咧嘉义市区一名妇人，伊日前拄啊买菜买了，对菜市啊离开的时阵，伫咧半路当中无注意，含其他的车辆发生着事故，造成一名妇人具体有真济所在拢来擦伤。路过民众是赶紧来报警，伫消防局伫咧接到通报了后，马上派遣着第一分队前往救援，好加在一名妇人并无受到严重伤害。嘉义市消防局第一分队救灵车到场之后，现场一名妇人倒伫涂骹，表情痛苦，等待救援。救援人员实际前往评估这名妇人状况，好佳在伊意识清楚，但具体有一处擦伤，并在救援人员替伊进行伤口处理、指挥等救护处置之后，送往病院治疗。救援抵达现场时，发现是一部机车与汽车发生擦撞致交通事故，现场有一名女性伤者躺在路上，表现十分痛苦。伤者表示，刚于市场买完菜，骑乘机车要返家途中，与行经该路口时不慎发生车祸。救护人员立即上前评估伤者生命征象及伤势，发现伤者意识清楚，双膝盖及下肢疼痛。在排除颈椎受伤余力之后，立即给予上常备板及心理支持等救护处置。根据这名妇人表示，当时伊买了菜，为菜车离开准备回家时，才经过菜车的路口，就甲其他车辆发生擦撞。该车厢叫了后民众，其后倒摆应该遵守交通规则，经过路口减速慢行，才会使避免意外发生，保障家己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闽江市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录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